事儿真好，真希望他们永远笑口常开，这么健康。对，我想下面这个节目呢，大家又是来着了，为什么呢？郭德纲为这次庆典啊，有三个新的节目推出了。第一个呢，首演不知道大家看没看，就是《我是黑社会》，那个首演呢，大家看了。那前天呢，《锵锵四人行》的群口相声，跟大家见面。今天还有一个新段子。马上推出就是我要反三俗，哎，这也是这个作品今天是首演，哎，咱们听一听。好，再次请出郭德纲、许仙。好，下面掌声请出大家。不错，刚才两个姑娘，什么眼神儿呢？女演员表演的相声，是换上一个小小子来，您眼里没谁了吧？好，嗯，那形式是相声，我们这叫相声，好好干，这是一门艺术。那不错，抨击丑恶，火香正气，啊，去暑似的，不是药材，我们这玩意儿怎么说？弘扬正气，弘扬正气，对，这是个传统的艺术形式，是传统的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打周朝列国就有你们这一行，很清楚。孔夫子无食寸陈菜，对，找范丹老祖把良方，哎，借你们吃，借你们穿，借来了米山和面山，直到今天没还完。挂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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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，好，好的别上快板啊。好，我很欣赏你们，你们这个行子，叫行子，好好干，为人民服务。给大家带来笑声，带来欢乐，对，嗯，有发展，谢谢您，一定要好好的干。为什么大伙喜欢相声呢？为什么？相声是来自于人民中间，哎，来自于民间，讴歌百姓。是的，我很希望你们能够群殴嘛。对，打群架的，不是，不要你一个人讴歌，你们一群说相声一块讴嘛。完了，吴哥，怎么那么变？不是，就说我们喜欢你们，喜欢就好啊。这是劳动的诗歌。那我们这又成诗歌了。我也有时写一点点诗歌。您还搞创作吗？我喜欢做一些个小的诗。有作品吗？不是很成熟。您可以念一念，大家指正一下。我欣赏。宣武期的天是晴朗的天，通州区的人民好喜欢，远望空台高声喊我爱你海淀。体现了北京人民的亲密合作，没瞧出来，区县之间的团结，没听出来，百姓们为了实现四化，啊，为了让中非论坛顺利召开做贡献，它是反映这么一个意义。哪儿有这出呢？我说有就有，我认为他是的就是，那不这么回事了，记住了啊，啊，做个演员。要为人民服务，这我们知道。要高雅，高雅，一定要高雅，是有品位，上档次。您再摔下来，上档次，上档不可以，上档就一次。您这文化太差了，上一个档次，档次档次就档次。碎嘴子，记住了，说相声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您说，是教育人的。哎，你们明白吗？
我是这么认为的。相声就是教育人的，是吗？你不是一个演员，你是一个教师，你是一只教授。哦哦，我是一只教授，一直是教授。节目的品味，你今天这个作品教育人们学会什么了？这是你的工作，你不要考虑他乐不乐啊，他活该爱乐不乐。你的工作就是教育人，是哪怕他不乐啊，损失十几亿的观众算什么？你的位置站得很稳牢，我站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了。一定要高雅。知道什么是高雅吗？您说。和人民作对。这谁放进来的？我们这吃多了。他爱听不听，不听就不听啊，活该啊，自愿。这你也跟着一块儿啊？不是内活了，知道吗？记住了。你是一个教师，而且在台上你一定要反三俗。三俗？三俗，庸俗、低俗、媚俗，这么三俗绝对要反三俗，把它记在心里。好好，谦虚使人进步，使人都能进步。你怎么着啊？真说这太脏了。我弄死你信吗？没挨过流氓打是吗？大花盆打脑袋，哗哗流血，打得你眼珠子缝针，比羊奶虎都冤。让你看我这纹身。记住，是你光膀子呢吗？我不瞧这，敢说我三俗？三俗是我用来侮辱人的手段，说我不行，知道吗？说您不行，讨厌，知道吗？不是这样，我每天工作很忙，我在跟你无聊的人打交道，我怎么为人民服务？我怎么反三俗？您是哪个单位？管着吗？干什么工作？对，你疯子呀？什么意思？
穿着背心短裤就上电梯，是的。还有的人穿着睡衣睡裤就出来了，临时的不自重。还有到游泳池，你看他都穿着游泳衣，要脸吗？废话，你穿棉袄游泳，露着胳膊露着大腿，太三俗了。现在的泳衣做的也不好嘛，怎么了？你过去的泳衣很端庄，多好啊！是啊，过去那个泳衣八个泳衣才能看见屁股，现在这个八个屁股才能看见泳衣。忘记了自己的存在。
在。到这会儿我就掏出钱包来，拿出我太太的照片来，回想那些草长莺飞的日子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就自己劝自己，这天下还有比他难对付的事儿吗？您就这么鞭策自己啊？告秘书，告秘书，我得表扬你，表扬，真好，悟性也好，是吗？聪明，给你舅舅露脸，他舅啊，我们局长，亲戚。哼，你看看你打的字啊，才错了七个，现在看第二行，一行都错七个呀。该鼓励年轻人，要鼓励嘛，这是鼓励的事儿吗？您闭嘴，你很开国啊。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就在想，到底是谁给我发的短信？没事没事，我一定要教育他，我要批评他，让他走上光明的大道。我不像好多人一天到晚的沉浸在黄色的短信当中，是一天到晚不务正业，他连街坊都不认识，他还考虑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。这现在就跟外星人差不多。讨厌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你啊，我一直在考虑到底是谁。你有点别的事儿没有？你怎么回事？废话，你考虑这个？我是一个正直的人，我是一个纯洁的人，我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你这样想法很肮脏。深夜无人的时候，你左手一瓶酒，右手一只鸡，嘴里叼根烟，滋那么一口酒，啪啦两口菜，呼呼两口烟，扪心自问，你不亏心吗？亏心我没觉得，这三样反而够我麻烦。为人民服务的人长得才漂亮，是啊，只有那些反分俗的人才是浓眉大眼的。嗯，这个人肯定很肮脏。您漂亮，这个女的好看的，嗯，脸像苹果，脸像苹果，鼻子像杨桃，嘴像樱桃，长一果盘的呢。废话，不全是水果吗？接下来这一个礼拜，我们每天在短信的谩骂声中。我来骂人，我觉得我狠，我严厉的批评他，我诅咒他。终于他回来了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果然降温了，我穿的不少，挺暖和，你放心吧。我才不信你这个呢，你们这是谩骂吗？我叫教育他，我让他走上人间正道。我就告诉他要降温，我要反三俗嘛。怎么反三俗？接下来有一个月他没信儿了，断联系。是啊，他感兴趣吗？那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能够教育人呢？好了还教育什么呀？那不行，他们都好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能批评他们呢？非找人批评，我一定要批评人，我要教育人嘛，我一定要教育人嘛。哎呀，天天我在考虑为什么不来短信，心里边百爪挠心。站在街上抬眼望去，天地间一片茫茫，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老天，我该何去何从？我怎么办？你呀，死去吧你！什么呀？就这短信就成这样了？我得教育人呢，我得反三俗，我疯了你！哎，终于来短信了。对不起，我出国了，好久没有回来。我用我的积蓄给你买了一块手表，或礼物。是啊，你还知道好歹呀？我用你给我买表，啊，不积蓄买表，不错。买，我们这表黄金的壳，白金的链，一圈钻石，左边蓝宝石，右边是猫眼儿，一圈奶油，正当中是个鹰。蛋糕啊，这我请你吃蛋糕。为什么？我借吃蛋糕的机会批评教育他。没听说过的。我发你短信，嗯，明天下午两点，我在天桥等你。天桥，你听我选择这个地方怎么？天桥，那是个小市民去的地方，低级下流、庸俗无聊，可见他的品位。不、哦，天桥就代表着下流。是啊，我们是很高雅的。我要反反骨！别嚷了，至于不至于？很生气呀、啊，我很生气啊，我转天我一定要批评他，顺便把这表拿回来。
不要是拿表去了，我天雷跟家收拾好了，换衣服，嗯，准备走，短信又来了，对不起，我有点事儿，明天吧。太三次，我实在等不了了。嗨，那我也得去，转过天吧。转天得上班，是早上起来上单位忙活完了，到中午归置好了，奔天桥。去，刚出单位的门，短信又来了，同事发来了，据可靠消息，今天下午领导要来视察，你有可能要提正处，那要升官。升官对我来说倒无所谓，你看，关键的是更好能为人民服务，哎，能够换三俗。我想，我是去接待领导，我还是接待名表？您啊，处长可就比副处强，是吗？当然。好，那我去接待领导。去那儿，我明天再去拿表。他昨天还涮了我一把，一对一蹭。我明天再去天桥。嗯，下午陪着领导笑了一下午，一直到领导走，我这脸都木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活动一下。明天我要去拿表。我想着这事，明天我要到天桥去教育人了，我要到天桥去反三俗了，我去天桥教育人。嗯，很高兴。回家，回家，到家门口。嗯。我儿子在门口等着我，孩子放学了，爸爸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孩子上来一把就搂住我了，高兴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太给我露脸了。怎么露脸？我们学校里边搞测验，啊，今天下午除了您，所有的爸爸都上天桥了，全去天桥了。